我们的口号是快速提高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高手一招快速提高，阿塞拜疆的货币分为马纳特和格比，一马纳特等于100格比。1992年8月15日开始发行本国货币马纳特，以取代卢布。2006年1月1日发行新马纳特，一新马纳特兑换5000旧马纳特，一美元等于 1.73 亿马纳特，一欧元等于 1.875 马纳特。一马纳特正面是传统乐器，背面是国土、欧洲地图和传统建筑装饰。五马纳特正面是文学家群像，背面是国土、欧洲地图和葛布斯坦岩画以及古突厥文。十马纳特正面是古代巴库地图，背面是国土、欧洲地图和地毯纹饰。二十马纳特正面是陶盔、剑和盾，背面是国土、欧洲地图和传统纹饰。五十马纳特正面是阶梯、建筑、数学和化学符号，背面是国土、欧洲地图和传统纹饰。一百马纳特正面是古建筑和现代建筑，背面是国土、欧洲地图和地毯纹饰。200马纳特正面是阿利耶夫中心和国徽，背面是国土、欧洲地图和地毯纹饰。2020年又出版了一和五以及50马纳特的纸币。